5月5号开始的每周一晚上，记得收看 Talk TV， 有新宠物当家寿司点点名哦。那节目里面呢，除了会介绍一些可爱的萌宠以外呢，还会有专业的宠物训练师、专业的宠物沟通师来节目跟我们分享哦。所以呢，喜欢宠物的朋友们，还有喜欢寿司的朋友们，记得要准时收看哦。好，我们每周一的晚上见。